大家好，我是小刚。刚刚我从前面骑电瓶车过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山脚下的公路边有两只不明动物在打架。现在我们赶紧过去看一下。要从前面的山坡上往下看，才能看见下面的公路。看，这个山坡上马上就到了。刚才那两只动物好像就在公路边的草丛里打架，你看，距离有点远，我们把镜头放大一点才能看得见，看见没有？隐隐约约可以看见，看，现在把镜头放大吧。大家看见没有？看，哎，又不见了，又不见了。哎，刚刚晃眼看到一眼的，现在又不见了。看，估计跑到草丛里面去了。距离太远了，这个变焦的话控制不好。又不见了，看看看，哎呦，出来了，看见没有？看，好像一只大老鼠和一只不明动物在打架，看见没有？看，哎呦，哎呦，又不见了。刚刚在这里拍到的，我们看一下，找一下，仔细找一下。哎呦，看不见了。距离太远了，跑到草丛里面去就看不见了，你看。哇，真可惜呀，看不见了。我们再把刚才的画面重放一次。我活了30多岁呢，还是第一次见这种动物，谁认识呀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看见没有？由于这个距离太远了，差不多有1公里左右吧，我的手机也拍的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可以明显的看出，好像有一只大老鼠，不知道在跟什么动物打架，在很远的地方，看见没有？不知的动物，不明动物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